大家好，我叫汤文，我曾经是一个杂技团的一名演员，一次意外让我不得已不离开我热爱的舞台。今天我终于回到这里，重新做回快乐的小丑，为我加油吧。我要让全中国乃至全世界认识我。算得一个绝活，算是绝活。绝活，我觉得相当绝。如果您选了他，下回他再出现，我相信他的东西更亮。